战地风云式的飞弹也是要盯着啊，真的变德军嘞，B2 尿神哦。哦，闪鬼二，不是闪鬼四，大牛闪鬼四在预约嘞。呵呵呵。这一场打完我先出去改一下枪的技能。不是 Jump 大乱斗有4万版吗？怎么没看哦，到？好啊，那就这场最后一场好了。哦，再到。虽然是星期五。蓝队友了，蓝队友抢到第一台啊，然后我是后面。卡卡的呢？防空车也在往天空打。所以防空车其实不用10发就会爆了欸。嗯，我知道。中红哦。我知道。啊，这个人应该这一场不会下来了。对，这个下午我不是有加你的派对，然后我玩一下吗？有一场我也在战争风暴跟他玩，跟他一起玩，他整场都没有下来，而且他击杀数比我还多。对，会玩。而且现在那个火箭，现在火箭的那个就是。装填时间已经从30秒变15秒了，他绝对会大杀，他绝对大开杀戒。这一场他不会下来了。天啊，最近被炮塔打到的几率好高哦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哦，哇，这边好多人，人超多。应该吧。OK。我知道，是不是有另外一台啊？防空车吗？我先去补那个紧急维修工具好了。
25。A 点站这么快，应该是有车吧？没有车哎，没看到车。运兵车应该躲起来了。来了，就交给他去打吧。我知道，因为那个 SG 在追他，所以交给他吧。哇，这台也是可以的。这样，好像用这么高速球，有点不太好。那个突击兵躲在那个后面。他死掉了，因为那个残骸被清掉，所以他没有掩体可以躲。好像有另外一个在 F 点外面。烧起来了。有一台战车，对，刚出来。啊，不是啊，这里是夜路区。刚才临时看到，所以没有换那个第一人称的。枪炮，我们队友掉下来了，去追一下好了。没有看，有可能。哦，我也要补一下炮。哎呀，啊，没死啊！刚刚应该多打几炮的，真是的。对，人算了，人就交给蓝队友去处理好了。没有看到人，飞机，这要先补一下。没有，他应该是来绕我，这来绕我，他来绕我的。先来撑一下，蓝队友来了。太有罪了，这东西在奇怪，这跟我下午看的那个是同一人吗？总觉得他一直醉呢。这个瞄准系统他妈是在整人吧？我觉得他一直醉狙呢。该死，下午那个打三十几杀的到底去哪了？我真的觉得，对你说的对，用高速机真的是一个错误。那个下午打三十几杀，一下就飞过去了。是我错评他了吗？感觉没有，没有，没有错，就是这个 ID 啊，真的就是这个 ID 啊。上个厕所。赶紧修。不会不会，没关系。这是机枪的问题，这真的不是技术的问题，那个机枪真的太烂了。现在维修工具只有三个，该怎么讲？是很不方便，没错了，但是这也是为了平衡。
先把那飞机弄下来好了，省得到时候来找麻烦。啊，来了，算了，等。哎，没有，他没来，他居然没来。好吧，那继续弄，去继续做我们的本职好了。步兵还是打三炮就可以死啊，很强啊。还有哪里？我看一下。对面的战车好像都被压在家里耶，我看到一台了，等一下。这附近啊，对，这附近有一台。哦。没有那个，我刚才我先继续打刚刚那个丘吉尔。哦，如果没有人修的话，丘吉尔要两轮，大概要两轮。嗯。啊，不行。等一下，等我。哦，你飞过我，你演假赛，演仔戏啊你。就你选择继续用这一台啊。F 点一台战、啊、，F 点一台战车。好，先到这里就好了。嗯，对。前面几炮没打准，又来了，哎、欸，又来了，他往回绕，马上补满血啊！换这个人上来飞，真的是有点微妙的。说实在，我真的蛮希望那个 SGD 继续飞。然后为什么这一场他一直失常，死了两次。等一下他跑去开坦克了。没有吧？啊，对啦，有可能醉了那一次之后出 bug 也是有个。那是 VB 哦，等我一下。很难讲啊，虽然说现在玩 VA 走伊斯帕诺线的，不是说没有，不是说一定没有，但是有的是，可恶，被那个树挡住了，没有。来了。欸、你往这一转对不对？啊，他驾驶被我爆头了。对，他驾驶被我爆头了。嗯。
丘吉尔。那个应该是战车爆吧，刚刚朝我飞过来那个。那个大小应该是战车炮，感觉。哦。哦，只剩两个，你看。呜呼，危险危险！右边的机翼插到那个屋顶了。我刚刚在那个 CG 外面那个维修站打的那个，在这在这，这样这样。我把维修站打坏了，他还想在那里吗？他应该是下去，哎，战斗机耶！啊，醉了。哦，等一下吧。F 点外面，他可能觉得那边，他可能觉得那边。就啊，死了！没关系，还有别台。有战斗机飞过去，但是他没有鸟我的样子。啊，在这里哦，真是的。等一下，我刚刚想说奇怪，怎么没有看到？哇，来不及了，十二十一，不行，我想要吃那台。剩四分钟，哇，来不及了，不行了，没有办法，拜托踩地雷，踩地雷，踩呀、啊，快踩呀、啊！哎呀，没救了，真是的，可恶，来不及等他踩地雷。送给医护兵的礼物。啊！好哦，一面倒打23杀，还行啦。因为毕竟只打战车那个击杀数，说实在没有办法多高啊。